牛对人类的人性已经失望了，他们不信赖人，他知道他生命的后段的结果要被人类屠杀，不如呢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命，这实在是很悲哀。人性啊，不知所有生命都有求生的欲望，而且所有的生命它都有觉性，这是生命啊，不管动物人物都有共同的生命观。放弃屠宰它，所以把它放生到旷野去啊，这真好运啊，巨大成为奇观啊，很多人都会来看这一只牛，所以救了它的命。人是万物之灵啊，我们庇护动物呢是理所当然，不是呢他们身为动物供应人的口欲是当然，不是哦。道理只要分寸偏差，千里呢都偏掉了啦。所以我们还要呢如何才能回归人性，回到了清净本性，这是很重要啊。我细汉是人的养女，我真好命，我无啥做错当的工，我唔捌做啥物错当，啊，会使讲即摆恐怖上做上错当，但是我家己甘愿要做下补。我感觉无啥物大毛病啦，即摆上着用膝盖来滑会行路，我著甲胡做讲不必滑会行去恐怖站路。干那礼拜休工拢逐日去做，到回收站嘛是七点外就爱去做啊，唔敢无收啊。这会小我听，我拢有顾这个操办事，大日较袂听。九十岁阿嬷的心愿，她要出门啦，伊脚骨都爱大沙龙怕死，叫我都惊了，她。辛苦一天，因为九十岁了，他呢爱求佛祖，无求啥货，干那求要行到环保站，真呢都是我们自公的心愿，不求其他，只求能做环保。老人的心声单纯。阿扁很有智慧，不只是呢自己茹素，还要呢自己用体力去为地球，为了气候。你都放茶到我面头坐，我饮嘞，对不对？阿妈在树林过来啦，阿妈在树林啦，伊都住在树林。
啊，伊那沿路就过来这边安尼啦。啊，种花伊种满意啊，我都交付，我会当做甲，每一日会当做好几工图啊，无求啥，求做我每一日会行来做几工图啊。唔只是干那台湾，咱这么全球慈济人呐、啊，去开拓这样的环保，这都是在联合国展示出来。物做了，就可以有带动。只要我们诚，用诚实的心，无私的爱，就可以呢，庇护到天下。